最唔开心嘅就应该系我对上一个女朋友同我讲分手嘅时候就喊咗出嚟，就系咁啊。嗯，点解会分手？因为佢 send message 俾我，同我讲话都系例牌分手句子，叫我搵个好啲嘅女仔。佢就话性格不合，但系。佢系我第一个爱上嘅女仔，一生人里面系，所以嗰次系我第一次最伤心，同埋第一次俾女仔飞。你而家仲挂住佢？而家都有。嗯。大家有冇？而家冇啊。系啊。O K。有咩想同我讲？俾你见到嘅，或者街撞到嘅，你咩想讲？希望你呢一生幸福快乐啊！嗯。下一条。用纸巾啊！有冇纸巾啊？帮你转过去。抹到啲妆，唔紧要，早嚟嘅，好好翻少少，注重嘅。嗯，最紧要就系亚洲人啊，同埋收长头发，最紧要专一都系，同埋我中意少出去玩嘅女仔，譬如少去夜场玩啊嗰啲。乖乖女。